张松林写给爸妈的一封信。你们在职场上的打拼，就是要给我们三餐温饱。你们每次安排的旅行，就是要给我们美好的回忆。即使我们惹到你们生气，你们还是细心的照顾我们。谢谢，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！900个祝福，爱爸妈99。